十多名员警团团包围黑色轿车，但驾驶没有熄火，反而踩油门，打算冲撞警车。警方立刻破窗。老天，下车了！老天，人都够狼不？够狼了！员警手脚并用，先是踹车门，接着拿警棍砸车窗，把驾驶拖下车。讲黑啥物件？你家己讲黑啥物件？什么吧？上面叫做疼啊！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有挂架，你有挂架。安非他命。警方在副驾驶座找到一包1公斤重的安非他命，市价高达28万，还有疑似运毒费用的7万元现金。张姓嫌犯选在深夜运毒，以为不会被发现，这下被逮个正着。另一名林姓共犯也在家中落网，警方一查，发现两人都有车手前科，因为缺钱花用，用枪自重运毒。询问犯嫌哦，他从事的这个行为哦，因为他缺钱哦，花用开销。相当大，所以他缺钱铤而走险。根据了解，22岁张姓主嫌之前曾是车手，后来疑似为了养女友挥霍无度，只好帮忙运毒增加收入，但年纪轻轻不务正业，为了女友运毒被逮，恐怕难逃服刑命运。记者林振和 SN 小组高雄报道。